才能够砸大钱看这样的广告。姚立明姚先生来参加好资格。单手骑天马小 case 姚立明姚 Loki 一大早现身市场，婆婆妈妈竖起大拇指，精准估票王士林北投立委激战，他选边站。思瑶姐姐加油！用高知名度吸绿色选票，姚立明力挺吴思瑶，炮火也不留情面。我用不像话来跟我的算是老朋友丁守中来说，怎么可以这么有男女或者大男人主义的一个评论？同一时间，丁守中也在市场啪啪造，经过每双手还加码送春联，没想到蓝绿阵营出现最近的距离。很好，我是姚的，是拜托。双方队伍短兵相接，不止基层组织战，蓝绿打得火热，名人牌战火也悄悄点燃。和硕科技董座童子贤刊登半版报纸广告，上百字推荐函写上第一次为立委候选人背书，丁守中表现优异，却因为大环境影响选情焦灼，不管政党总统投谁，立委票就选丁守中。他不同于一般的政治人物啊，他在青年呢、啊，在中间选民里面呢、啊，应该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度，我相信他来帮我背书啊，能够帮我加分。我的政治资本不如丁委员雄厚，那这个资本包括精力，包括人脉，也包括金钱。有能力买这种大版广告的，也许都是某一个政党，国民党的政治工作者有这样的能力。眼看选战将进入黄金周，蓝绿阵营不约而同抛出名人牌，拿下首都指标选区，用名气换选票，最后冲刺。三立新闻，傅杰、彭碧阳台北采访报道。还有这两天。